你好。两个月前，在19500点附近，曾经沽了啲期指，平仓时大概赚到指数的一成。两星期前，港股仲反弹唔错，仲谂住重施故技，在20000点进行一啲部署。边个估到咁快港股又呈现弱势？投资咗股票咁多年，当然有好多嘅估计或者系幻想，但清楚知道发生嘅机会率有几高。而家投资好少会估大市而落注，通常会等到结果出现先至决定系咪出手。大跌时才睇情况挥棒，只要留意好组合嘅现金流，再评估风险，投资时就冇咁大嘅压力了。